是飞行员，说吧。北塔，北塔，北塔，我是弹奏北塔。舒克和贝塔在克里斯王国里经历了天方夜谭式的奇遇。猫王国的臣民们不但不认识老鼠，而且老鼠竟然还当了他们的国王。他俩因为不愿意和白鹿国王同流合污，被关进了地牢。这时一位年轻漂亮的老鼠小姐菲菲，天使般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了，悄悄地向他们透露了一个战胜白鹿国王的秘密。很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这么说，你们愿意效忠国王了？是。也愿意吃猫肉喽？是的。拿猫肉干来。陛下。在我们吃猫肉前，必须告诉您一个我们知道的秘密，否则就是对您的不忠了。秘密？对，是昨天晚上我们看见的。哦，快说，在我的王国里，你们到底发现了什么？我看见一个窗口。里面微微有点灯光，当时我好奇地向里一看，里面挤满了猫，他们正在开会。说下去。这时候我正在天上飞行，只见三个黑影朝屋里走去，没想到这三个人就是谁？就是啊！快把门给我关上！是。快说是谁？别急，我告诉你。这三个人就是喂吗？真的，别说电一只猫，就是电一只老鼠都电不死。白鹿是拿它来唬人的。嘘，出了什么事儿？不好啊！菲菲，全城的猫都造反了，他们说要吃掉白鹿。我们快逃吧，别到时候连我们也一块吃掉。难道他们也要吃？哪有猫不吃老鼠的？我知道了，这猫里没一个好东西。怎么办？瞧我的！他们要死，没死的，没死的，逃啊！快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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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猫真没用，难怪他能当上国王。快来人呐！白鹿，你放老实一点。舒克，别管他了，我们走吧。不行。我们一走，他又要当国王吃猫肉了。干脆把他的电池拿走不就得了？好，这样也不行，这些猫会把它吃掉的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不如把它送到发电厂去，那里的猫和老鼠都懂电，它谁也骗不了。好，完了。舒克，你真有办法，咱们快走吧。哎，你们等等我。
哎，怎么还不来呀？真急人。哎，来了。菲菲，贝塔。菲菲，坐我的飞机吧。不，坐我的坦克。坐飞机好，什么都看得清。那就坐飞机。坐坦克一样也能看得见，坐飞机会头昏的。我最怕头昏了。那就坐坦克。哎，这才是英明的选择。舒克，白鹿坐你的飞机。好吧，愿你们旅途愉快。白鹿啊，到飞机上去。上来吧。哎，这是小姐要的东西。好，放下吧。什么东西这么沉？白鹿的金印。金印？这可不好，这是克里斯王国的东西。那有什么，我喜欢嘛。你没听别人说吗？老鼠不偷，五谷不收。菲菲，这我们不偷。是吗？真的？菲菲，最好别带这个盒子。干嘛不带？你们不要，我要，它可以换很多金项链呢。从哪拿的放回哪儿去。是。哎哎，我要吗？哼，得了吧，别冲着人君子了，人家的东西就是不该拿。不带就不带，谁稀罕。哎，算了，快进坦克。不，喂，哎呀，快回来啊，回来，回来，菲菲，回来。哎，贝塔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。哦，贝塔，你看见发电厂没有？没有。发现大烟囱马上告诉我。明白。贝塔，贝塔，你听见吗？舒克，要是你刚才不那么凶，菲菲就跟我们一块儿走了。可是贝塔，我们不能偷东西啊。瞧，发电厂。哼，去你的发电厂吧。你听我说，菲菲救了我们的命，我们不带她来是不对的呀，舒克。啊，别动。你干嘛？给我开回去。你知道她一个人会在那儿遇到什么吗？那个地方听见了没有？全是猫，全是猫。哎，你怎么不说话，舒克？啊，你想干什么？快快给我飞出烟雾区。哎哎呦，哎嗨，哎呦，嘿，哎呦，嘿，哎哎哎哎哎，早该把你的电池先拿掉了。哎，没那么嘿总嗨。哎嗨，哎呦，哼，你越是这样我越是不理你。哎，去你。哎呦，这下我又可以回我的王国了。白鹿啊，怎么样了啊？你再乱动我们一块完蛋。滚。哎哎哎，滚吧你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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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投降！我才不相信呢！啊！贝塔，好样的！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！贝塔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在想什么？没想什么，还在为菲菲的事生气。
当时我的态度太坏了，要是说得婉转些，菲菲就不会走了，是吗？哎，我真太笨了。啊，你把飞机打坏了？没有，是电池快用完了。那用白鹿身上的电池？不行，这样它会被猫吃掉的，还是让它自己走吧，我们也好减轻点分量。哎，这倒也是。贝塔，准备降落。走吧，到你该去的地方去。啊，哎呀，推吧，我认了。什么毛病？气得在那儿，快下去吧。你们真的放我走？你以后少吃一点猫肉，就会多懂得一点生命的价值。谢谢。舒克，你说这家伙还会再干坏事吗？难说。现在我们怎么办？顺着风向朝市区飞，也许能找到电池。哎，别忘了，我有的是好运气。走吧。舒克，开飞机也舒克。贝塔，开坦克比贝塔。舒克，勇敢的舒克，聪明的舒克。贝塔，勇敢的贝塔，聪明的贝塔。自己的路，自己走。我们帮助，只要叫声舒克贝塔，开飞机的舒克，爱劳动的舒克，开坦克的贝塔，爱友谊的贝塔，这就是好友的舒克贝塔。请问主人在家吗？哈哈，舒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大花，你夜入民宅，非偷即抢，这次你还有什么说的？我是敲门进来的，你陷害好人。你还有什么花招，全使出来吧。别打了，怎么回事？你干嘛欺负我的大花？住手，不关坦克的事。喵，别胡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谁先动手的？他先来抓我，我的朋友才来帮忙的。他是小偷，我当然要抓他。你才是小偷呢，贼眉猫眼。你是小偷，不要吵。我皮皮鲁现在是大法官，我问谁谁说话，别人不许插嘴，懂吗？大花，我问你，你凭什么说他是小偷？因为他是老鼠，当然就是小偷。胡说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你这个法盲说他是小偷，有没有证据？这他夜入民宅，没安好心。你为什么晚上跑到这儿来，还同你的朋友一起带着武器？我是飞行员舒克。哦，舒克，我带着我的朋友贝塔经过这里，因为飞机没电了，所以只好在你家阳台上迫降。有没有证据？我的飞机还在阳台上，不信你自己去看。真的没电了，舒克，你赢了，本法官判你无罪。太好了，谢谢法官了。我们交个朋友吧。
我也是个飞行员。大花，你听着，他们现在是我的朋友了，你要是动他们一根毫毛，我可饶不了你。想看看我的飞机吗？当然想。怎么样？啊、太棒了！瞧，还有机关炮呢。这架飞机是遥控的吧？对，下个礼拜呀、啊，我们小学要同第二小学进行航模空战呢。可是老师不让我参加，为什么？哎，还不是因为我成绩不好。成绩不好不等于飞机不好。就是嘛，我不服气，跟他们校队飞机比。上次我已经赢了，明天老师再让我比一次。如果我还能赢，就牺牲我参加校队。太好了，我真想看看呢。明天怎么比？打呗。真打？当然真打，打坏了活该，拿回去自己修。上次我就把大红兔的翅膀打断了呢。就那破飞机还能代表学校出去，修都修死了。要是我的坦克能上天就好了，保证一炮都把他们轰下来。这是我的备用电池，送给你们了。真的？嗯，我爸爸还会给我买新的。哦，太好了，我们又有电池了。喂，校队的，好飞机可别不舍得拿出来。你等着，有你挨打的时候。吹牛！各就各位，预备，开始。这好像是一种战术。快看！哎呀，糟糕，皮皮鲁中计了。行了，遥控系统打坏了。哎，今天输的真窝囊。这不能全怪你呀。是啊，他们那么多飞机打一架，你有什么光彩？可是参加校队没希望了。皮皮鲁，别难过，我们给你报仇。真的？可我的飞机……我们已经看过了，只要花几分钟把你飞机上的炮和子弹卸下来，装上我们的飞机就行了。舒克，能行吗？没问题，别忘了舒克是个优秀的飞行员，另外还有我这个炮手呢。好嘞。